间，那交织的瞬间，懵懂残酷的想念，化作凄厉的回卷。大家好，我是中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游戏是三色回恋。啊，嗯，那个调查表，我们这组就差你的了。啊，嗯，调查表？别啊恩了，昨天丁老师放学之前发下来的。啊，嗯，喂，别闹腾了，快点给我，我要叫老师了。等等，什么调查表？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的？就昨天运动会的事情之后说的，你没拿到吗？我敢保证我现在眼珠里如同铺满银河的众星一样璀璨。啊哈，这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忘了。不可能忘，我怎么可能忘记东西？我这一辈子都没怎么忘记过东西。证据就是现在还躺在脑子里某处的，没事想到就会心烦半天的那一大坨乌烟泥泞的灰色记忆。忘了？就是那种哎呀昨天作业忘家里了的那种表情啦。虽然对于秋晨这种人来说，这种表情算是极其稀少的了。我唯二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打住！那有什么通知单？我怎么没见着啊？这不就在你抽屉里吗？装无辜也得有个限度啦。啥？啊，这个表情就是……哎呀，我怎么突然有印象了？这下妈的完蛋了的意思。那么，最后一件事，这份安全保障责任通知书，请吃药帮忙发下去，大家给家长签好字之后，明天放学前收上来。就这样，放学吧，回家时要注意安全哦。也就是说忘记拿回去了吗？话说这个通知是什么通知啊？搞得那么神秘啊。安全保障责任通知书。艺术班吧，平时的校外活动比普通班会多一点，比如出外写生啊，参加画展啊什么的，这些要提前让家长了解嘛。但是这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免责条款啊，感觉除了大巴车从山上翻下去学校要负责之外，其他什么都是学生自己的错啊。这么一想，其实签了字就糟了。所以说这个就不必太纠结了，这种事情以后再解释啦。秋晨这情况怎么办？我直接告老师去了。今天没签字也没啥大问题，反正总会给家长电话的，让丁老师直接去联系就……等等。不行。啊？咋了？绝对不行啊。我等会儿自己交给老师，你先这么和老丁说。那我就这么说了，一会儿老丁找你，和我可没关系啊。那必须的，必须没关系。好吧。开什么玩笑？虽然昨天放学的时候，因为某个可爱的女孩子主动找我搭上的话，结果走神了，没听讲，确实有我的责任。但是要让我的家长签字，要让我亲口告诉他们我光明正大的违背了你们的意愿，偷偷摸摸的考到了艺术班，所以请给我签字。而且无论我签没签字，我亲爱的美女班主任都会亲口给他们打电话。不会吧，我才刚刚到这里第二天才对吧？为什么这列通往幸福的小火车还没上路就要脱轨了？秋晨怎么了？笑得这么惨？啊，每个人都有点难言之隐嘛。
此时此刻，因为这诸多复杂的情绪所困，我脸上挤出的笑容一定非常狰狞吧。啊，秋成同学，你来啦！丁老师，听说你通知书还没交上来哦，昨天忘带了。是这样，没错。那你下午一定要交过来哦。我记得你家不算太远的吧，不然教导主任又要发火哦。哎，和他们说那么多干嘛？才刚开学就忘带东西啊？下午不交直接叫家长，什么学习态度？一阵电流从脚心窜上脑门，我哆嗦的汗毛直竖。是这样的，秋成，你也听到了，下午可一定得交上来哦。啊，好的好的。那个还有一件事，丁老师。啊，是说这本绘图册吧？哎，啥玩意儿绘图册？这本绘图册的内容我刚刚已经全部看完了哟。怎么说呢？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好喜欢画这些花花草草的，不过我得说，秋成呀，你可千万别这么没自信啊。可能是由于脑子过了点不太清醒的缘故，我一直没能跟上面前年轻女老师的思路步伐。真的画得特别好，真的老师没说假话。特别是昨天我还刚看过你们全班高一时的作业了，虽说在画工上你可能还和他们有一些差距，但光论构图和想法，这全班可还真没人能比得上你呢。等等，哎，你少这么夸学生，这孩子们呢，一旦骄傲起来，什么都完蛋了。没事的，秋成这孩子没那么心高气傲了。现在的娃儿们呢，都是面你一套背你一套，以后你多干几年就知道了。是这样吗？我呀，先去画室准备后天的课程了，以后你叫学生谈话的时候言简意赅一点，免得互相都尴尬。你先走好啊。哎呀，别在意。其实我好想告诉他，同我在意的事情相比，旁边这个肥墩墩老头儿的埋怨，怕是几乎和云烟一般轻渺。说回来，秋成呀，我呢，虽然是刚刚做上老师，但我一直特别支持像你这样的学生的。等等，丁老师，兴趣爱好啊，真的特别重要，特别是咱们艺术班，真的可不能读死书。未来的业界可就正缺少你这样充满创意和灵感的人才呢。相信老师，坚持这条路，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成功就是那1%的灵感最重要。丁老师，您是哪里找到这本绘图册的？啊，不是你让迟耀上午带给我的吗？哎，我说你呀，别这么认生啊。以后这种小事直接问老师就好，不用麻烦班长转交的了。啊，原来是这样啊。而且他说啊，秋成肯定会过来问问相关事宜，但很可能会有点露怯的，让我都鼓励鼓励你。但我这么一看啊，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这么谦逊了。真的，能随手画出这样的画的人，整个学校可能就只有你喽。所以说，宣传图的事儿，大胆放心的去做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真的，只有你能做到了。原来是这样啊。哦，哇！突然怎么了？
这么厚的大板扔过来，碰到人可是会受伤的。比起受伤，我更希望你直接进医院。喂，别冲动，到底出啥事儿了？吃药啊，这次可真就你不对了。怎么算我的不对了？我什么都没做啊。什么都没做？除了收集了一下情报而已，确实什么都没做啊。收集情报。说起来，你能找到这个，也算是本事啊。秋晨，你这本儿，你什么时候丢的？去年冬天吗？谁记得啊？谁记得？不就只有你记得了吗？那时候是谁发现丢了绘图册，难受的好几天吃不下饭，最后还是我和莫，啊不，那丫头，请你是倒当劳才告一段落的。都说谁记得啊？是，不记得。好了，和老丁说了多余的话是我不对，不过这不也正好说明你的才能独一无二吗？加入我们，一起去干点大事吧。对不起，我拒绝。本来对你还有点好感，你这么一做，我是绝对不参加的。哎呀，昨天放学的时候不是还挺好的吗？我和老弟商量的时候也没有见你法国啊。那是你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下了决定的错吧。只要你就别逼他了，人各有志气，何苦思量。话是这么说，但别就这么埋没自己的才能啊，多可惜。我是为了找到自己该走的路才转到这里的，才不是为了陪你们办什么家家酒。这不就正好可以帮你找该走的路吗？这和我们的合作一点都不矛盾啊。我说的这条路和你说的那条路完全不是一件事。我怎么觉得没什么区别啊？洛言，你说呢？这个嘛，总之就这样，我懒得在这个上面和你们浪费时间。再见。啊，生气了。所以说，三言两语是讲不完的了。比起这些无关痛痒的差遣，对他来说，那份通知书要麻烦得多呢。通知书？出来，说个事儿。做不下去了，准备一下，下个礼拜就走，周一去你学校办手续。哼，说的这么轻松。你什么意思？都他妈怪你。你再说一遍。我说都他妈怪你，做个场子配成这样，老娘跟着你算倒霉透顶。妈的，要不是你这臭婆娘和这拖油瓶，老子早就怎么着，没老娘你他妈的就有能耐了，有能耐把老娘给你的房子跟钱全还过来呀。你这破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你就不能等会儿？万一你跑到广州再搞毁了，老娘拉着你俩一起跳楼去。等拆迁老子早饿死了，你要么跟我去那边，要么你就一个人待在这旮旯里，老子一分钱都不会打给你，你们俩就他妈的等死吧！我去你妈的！当时似乎也是这样的情况。放学回到家，面前只有一张惨白色的纸张。只不过和这次的通知书不同，上次的纸张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分班意向。文科、理科，还有第三项其他。像是故意反抗那无可撼动的命运一般。那时的我，断然的在第三项后面填上了艺术班三个大字。而加上意见后的那行下，划线上，我可笑的署上了我自己的大名。
根本没指望能够留下来的我，把这样的意向书就这样交了上去。父母正在外地出差，我只好自己签了。向老师解释的理由也曾是这样的胡编乱造。想起那天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被秃了顶的原班主任训了好久的话，但当他事后得知我的父母居然真鬼使神差的坐上了飞往南方的飞机时，这件小事却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后我便报名进入艺术班的考试，如今朝思暮想的自由如期而至，而我也装作已经瞒天过海，怯怯然地坐在了这张隶属于九班的木椅之上。所以说，这全靠老天的眷顾。秋成，啊，中午下课了，你不去吃饭吗？回神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好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沉思时间，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刻骨铭心的痛楚，但这样总是闷在心里的钝痛我也不想再经历更多。一会儿去。我被勒令去尊重和孝顺一辈子的父母，从心底当做了拖油瓶厌恶者，是我的出生限制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是我的出生被迫让他们失去了什么，所以我的童年被控制着，被干涉着，被禁锢着，没有隐私，没有梦想，没有欢乐，也没有色彩。我存在的唯一价值是用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去取悦他们，所以和他们如何厌恶着我一样，我也如此厌恶着剥夺了我自由的他们。秋成，啊，你在想怎么拒绝吃药吗？所以我本能的厌恶着这些别人强加给我的感情，以他们的自由干涉着别人的自由，所谓的这些人情筹措。吃药啊，明明你若是换种做法，我可能还会答应你的。我出去一趟。啊，秋成，刚才学生会是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一会儿见。是吗？事情就是这样，想了这么久才告诉您，非常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想把精力放在专心巩固基础知识上，本来就欠缺了一年，再不加快速度的话，成绩可能会出问题的。是的，只要直截了当的说出心中所想，对方一定能够理解的。但也仅仅只是这几天而已，后面这一年才刚刚开始呢。对不起，但我已经决定了。那这样看来还真的不太好勉强你了，真的真的好可惜啊。我这边也非常不好意思，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也耗费了不少的努力，甚至还支付了不少代价。没事儿，只是作为我个人来说，还挺希望看到坚持自己兴趣爱好的学生而已了。所以我不能让这些努力付之东流。这份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我绝不能让它化为乌有。丁老师，还有一件事。关于那份通知书。啊，那份通知书啊，怎么了吗？在我找到那条自己该走的路之前，在我找到那份能够浸染往后人生的颜色之前，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母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必须坚持下去，哪怕……丁老师，啊，文芷，怎么了吗？我和秋城的通知书交给您。哎，然后从我的耳畔传来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语。他其实带了，但掉到了教室的地上，他没注意，而且他家里的情况和我的一模一样。哦，是这样啊，所以签字就不需要了，是吗？嗯。不过，秋城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丁老师，好的，我就先不问了。哪怕是急速转运，脑子里却依然是一团浆糊。那我这就告辞了，走了。啊，丁老师就这样，我也先回教室了。早点去吃饭哦。好的，那今天三次会练就时空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及铃铛，也可以订个喜欢并分享出去。有任何建议，请在下方留言。感谢你收看，并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钟子，我们下回见。紫色光芒闪耀在胸膛之间，穿进眼眸，如镜面，安静映照我心中的所有。